好，早晨。今朝咧就嚟到西洋菜南街，咁平时嚟到呢度咧就一系买我右手边嗰啲影音产品啦，如果唔系左边咧，其实都有好多书局。咁而家上咗去二楼啦、三楼啦、四楼啦、五楼都有可能嘅。咁但今日嚟到呢度咧，就约咗两位议员，就想讲下油尖旺区咧系点样使嗰一亿元嘅。咁我哋今朝同两位议员倾下偈先。早晨，早晨，葉議員。呢位咧就葉浩東議員，另外咧就有關秀玲議員。咁啊，關議員、葉議員你好啊。你好，你好。好，咁啊，你哋都唔係呢一區嘅嗬，係嘛？可以講唔係。係啊，都唔即係你係油尖旺區啦。油尖旺區，係就唔係呢個行人專用區啦。行人專用區嗰位議員咧，今日就唔喺香港，咁咧佢就出咗國。咁但係我哋其實做呢、這、一個。每區有一億，大家點使呢一億呢個系列呢，其實會做三轉嘅。OK， 係啦，咁即係我哋希望你哋初頭傾嘅時候已經會大家知道藥網原來嗰個揀選嘅程序係點嘅，到後來發展成點，到最後究竟執行出嚟嘅時候，即係會發生啲咩事呢？我哋希望可以除咗當係一個即係新聞故事時事去睇之外，更重要嘅係希望了解多少少嗰個思考嘅過程。好，原來區議會係點樣吸納嗰個意見，然之後做翻一啲地區嘅嘢。咁可能有啲人覺得你做得好，有啲人覺得你做得唔好，所有嘢都會咁噶啦。咁但係起碼記錄翻嗰個即係發展咧，我諗對大家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啦。因為我諗有樣嘢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我印象中係。未試過使成億㗎係嘛？每一個冇要嘅，冇嘅。過去即係你話有一千萬嘅工程去做一個，譬如公園或者一啲文康設施咧，對區議會嚟講已經係個大工程。所以今年你話有一個一億嘅工程咧，係即係比較係破天荒咯。OK， 咁即係一之後好多個零啦一之後七個零一千萬啦，已經就非常之大嘅數目啦。咁如果仲要變到一億咁啊，應該點處理呢？我想問一下，其實照計你哋都處理過啲大數嘅係嘛？因為譬如我哋講緊行人專用區咧，大家都記得咧，其實呢度裝咗嗰、那個天眼，天眼啊，嗰、那個閉路電視，天眼系統連埋嗰套電腦咧都貴嘅喎，但係都未到一億個，幾千萬嘅嗰、那個但係、那個、都大㗎嘛，都大。咁但係嗰個係要同反而多部門合作啦，民政處啦，可能警方啦，同埋機電處，仲有可能一啲相關嘅朋友咧，去借出地方俾我哋擺。仲有一樣嘢，我諗都要諗咧，就係、是天眼裝嗰陣時咧，係區議會嗰個係反應性嘅，冇錯。發生咗意外，有人掟強水落嚟。一次兩次，要靠破案，可能或者要做到一啲效果，可能係要裝個天眼，都冇話唔裝唔得噶啦。大家即係有個共識，除咗裝天眼，仲使唔使裝其他嘢咁解嘅啫？我諗當時我記得嗰個討論，咁所以你話幾千萬咧，當時嗰個共識要去做就好快嘅。反為今次係嗰一億做乜嘢？點使法？得唔得開佢？呢啲全部都係幾自由咁，政府掉咗落嚟，由區議會去討論嘅。嗱，呢啲就係我哋今日最想討論嘅嘢啦。好啊。區議會譬如油尖旺再去傾嗰個一億元項目嘅時候，係咪五月十六號啊？就係。其實之前咧喺四月二十五號區議會大會咧，就原則性通過咗叫做方案啦。一個就係喺佐敦嘅地方做個少數族裔或者多民族嘅共融中心。第二個咧就可能喺油麻地，即係早前都比較多。葉浩東議員，唔好意思，我截一截你先，因為我想講啊，係幾多號傾啊？將會五月十六號啊嘛。嚟緊就五月十六號。係啦，係啦。咁我諗你頭先講嗰幾樣嘢咧，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嘅。呢度有份。油尖旺區議會第一次特別會議資料文件，呢度有一份嘅嚇，好緊要。咁呢份就係四月廿五號，你頭先講，再之前嘅，再之前嘅，三月。咁但係四月廿五號就就住呢份嗰幾個方案就做咗個決定，做啲深化啦，係啦。嗱，咁我哋就不如先由呢份文件到四月廿五號，好，先討論一節先。好，冇問題。咁然之後由四月廿五號到五月十六號再開會，其實做啲咩嘢嘅咧？我諗都有個記錄咧，等街坊可以知，因為其實我哋同事另一另去後面啦，我哋一路講嘅時候咧，其實都幾多街坊停喺度想聽兩句㗎，不過而家你鏡頭影咧，佢哋行咗去講嘢咁解。好啦，轉翻過嚟呢邊啦，好啦，咁唔好影佢哋啦，等佢哋真係聽下嘢啦。嗱，呢份第一次特別會議資料文件個第一次特別咧，就係我諗係講係收到五個項目啦，就話截至2013年2月15號咧。
就收到5份有關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建議書。嗱、如果係咁講咧，其實都幾快嘅，因為我記得係過年冇耐、就已經要收齊啦。咁、中間又新歷新年、舊歷新年咁啊，係咪？咁我講下呢五個油尖旺區原先嘅項目啦、第一咧就喺尖沙咀中間道停車場咧，就興建社區會堂活動室自修室。嗯，冇錯。第二咧就係喺梳士巴利道啊、彌敦道啊、佐敦道啊，一路去到呢個阿加魯加荔枝角道、太子道西演布房街，即係香港最逼人嗰幾條街啦。咁、就美化及改善區內交通幹道、天橋、行人隧道等交通設施。咁、第三咧就係興建隔音屏障或者其他消減道路、鐵路噪音嘅設施。咁就起喺邊度咧？都係頭先嗰附近嘅，譬如演布房街啦。太子道西天橋、大角咀天橋、渡船街天橋，咁呢啲平時揸車嗰啲朋友好熟噶啦。咁、咧就第四咧就善用及美化天橋底嘅空間，呢、這個我都見到有啲報道嘅喎。冇錯、因為有一排大家好關注天橋底可以用嚟做乜喎。咁呢度就由渡船街、櫻桃街到西九龍走廊、大角咀行車天橋嗰度咧，就、希望加強綠化，利用行車天橋底做社區設施。同埋利用天橋底搽上環保油漆以淨化空氣，咁呢個我都想問一下係點搞嘅。最後就第五個，你頭先講嗰個啦，就係促進種族融合、推廣多元文化咧，就穩地興建社區活動場地，透過舉辦唔同嘅教育同宣傳活動咧，就去等唔同嘅種族人士可以多啲了解。咁希望搞活呢個油尖旺嗰個多元文化精神啊！嗱，呢樣嘢我都幾似油尖旺嘅，因為呢個區個名字都已經係長瀨瀨噶啦，係三區合一噶啦，有油又尖又旺。不如咁啦，原本有幾多少時間做呢五個建議㗎？其實好少時間，大概喺過年前，我哋舊歷年嘅前已經接到依個1億元嗰個概念啦。咁就俾個時間我哋就係一定喺2月份要上曬文件。咁嗰陣時就啱啱過年好幾日，你知啦，今年過年超耐嘅9日，咁變咗9天嘅時間咧，我哋隔咗係已經做唔到嘢噶啦，休息嘛。咁啊過年後再開依個特別會議嗰陣，即係要上文件後，我哋先開到會議噶嘛。咁變咗時間真係好短，好短好短。我想問一問阿關秀玲議員或者葉國東議員都可以俾啲意見啦，就係、某啲區咧第一輪嗰個列表咧、有成20個項目嘅。甚至超過20個項目嘅，油尖旺有冇咁嘅表啊？定係呢個已經係嗰、這個係個表啦。呢個第一個嗰個建議嚟嘅。咁其實反映翻咧呢幾個大項目，我相信係我哋區裏邊咁多個同事咧都比較關注。呢、這個亦都反映咗市民可能係比較急切需要咯。就譬如第一個項目嗰個社區會堂咧，其實由關秀玲議員提出啦。咁其實睇翻尖沙咀的確係缺乏咗個社區會堂嘅設施。咁但係點解今次冇納入過1億工程度呢？第一就係1億可能做唔到啦，第二其實政府都喺個特別會議度承諾咧，係會揾地去再興建一個社區會堂嘅。咁我哋認為呢個可能係比較更加可取啦。好，嗱，我哋進入點樣篩選嗰個過程之前咧，我就頭先聽到咧，就其實你哋冇某一啲區咁咧、就有成20個或者10幾個嘅建議嘅，即係一嚟就係5個噶啦。OK。咁呢5個建議入面咧，有啲我見到咧就係要揾地嘅，有啲咧就係、要揾喺啲天橋啊，一啲交通嘅設備嚟嘅，有啲係連地都未揾嘅啦。有譬如嗰個社區文化中心咧，即係不同種族嗰、那個咧，佢冇寫地點嘅喎。另外嗰4個就有寫地點嘅喎。如果喺呢份文件度，咁呢個有趣，我都想討論一下，究竟應該揾咗地先啦，定係？唔穩地就做咧，嗱呢個我哋可以討論嘅。但係討論呢樣嘢之前，有個更重要嘅問題咧，就係、是你哋點諗究竟係1億使喺一樣嘢度啊？定係1億應該剁開佢咧？因為有可能剁到3份噶嘛，係、咪？因為3000萬係嗰個標準嘅話，3000萬以上，譬如3500萬、3500萬，跟住3000萬，咁其實可以做到3樣3000萬嘅嘢噶嘛。咁亦都有啲區話可能有樣嘢要使成6000多、7000萬嘅，剩翻嗰3000多萬又嚟做另外一樣嘢。譬如話南區，我哋就傾過啦，佢起魚市場可能用唔曬，嗰1億嘅，咁剩翻嗰由1000多萬到2000多、3000萬不等嘅，佢哋都仲喺度做緊評估。咁佢可能做樣細嘢添嘅，咁可能一大一小咁樣。咁你哋區
有冇醖釀過係一億做一樣嘢，定係一億做兩至三樣嘢咧？我調翻轉咧，認為今次政府喺一億工程俾我哋區議會使用上面咧，缺乏咗個彈性嘅。佢話就話三千萬或以上工程，但最多兩個嘅啫。即係不存在話三個、四個、五兩個，哦，佢都只可以兩個，係最多兩個，兩個領都即係兩個領都唔收貨啦，即係譬如剩翻少少撥落去一個已經做緊嘅都係啦，冇錯。咁同埋佢就規定咗三千萬或以上嘛，但係好多工程你話要三千萬嘅話，即係雖然話政府工程費貴啦，但係都係一個比較龐大嘅數目啦。有時可能一啲細嘅項目審多幾個出去嘅話，可能更多市民得益，但係佢就有個局限喺度咯。好啦，咁根據你啱啱所講啦，我又問埋阿關秀玲議員，咁你哋點諗咧？咦，做一個定兩個咧？咁樣係點諗嘅咧？嗱，實際咧，各位議員都係睇過我哋攞出嚟嘅方案後，大家再討論，就篩選後再定出最後嘅方案咧，就話你少錢又做唔到嘅，多錢你一億你又做唔到嘅，成個一億都唔得，因為你有部分係顧問費噶嘛。有冇傾過係做一個定做兩個先？整體上都冇乜點，冇乜點傾過一個，冇乜一定係啦。或者咁啦，喺即係你話正式好喺個台面討論，可能都即係好難去取捨一個定兩個。不過你話私底下大家有冇啲醖釀咧？我可以話都有個醖釀嘅傾向，你話喂最好可唔可以係兩個啦？去探討翻，如果喺唔同嘅地方做多啲咁嘅設施，係咪受益嘅街坊方仲會多啲咧？有個咁嘅傾向嘅。不過我哋都要考慮翻個造價。同埋成個工程究竟係咪真係合適油尖旺區？咁所以就喺嗰個五個基礎上面探到可唔可以做，即係譬如兩個工程去都做到。呢個係有個即係叫探索啦。但係你話即係阿關秀玲議員都冇講錯嘅。喂，我哋真係討論時究竟點樣咧？因為政府嗰時都第一次會議俾唔到一個指引出嚟啊。嗱呢樣嘢幾得意嘅喎。因為點解呢？我哋之前去港島區咧，幾乎港島區嗰四個區咧，都話其實一億唔係好多錢嘅啫，係好少錢嘅啫。所以咧，一億咧，盡可能係擺落一樣嘢度。嗱，四個區都咁講嘅，由東區到灣仔區到中西區到南區都係咁講嘅。不過南區佢哋因為已經即係不斷咁反覆研究呢個魚市場可以使幾多錢，所以佢已經知道。應該使唔使一億噶啦？咁佢哋比較早知道嘅。但係譬如中西區啊，佢知道做海濱長廊一億實做唔曬，佢知道係一定係一樣嘢抌落去。你哋反而得意喎，反為就係諗，不如試下唔好淨係做一樣嘢啦，試下做兩樣嘢，睇下夠唔夠錢。唔夠錢先至淨係做一樣啦，咁樣。即係你哋以兩個項目嚟做一個起點嘅喎。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嘅咧？關Sir。嗱，我自己本人嚟講咧，我就覺得如果你個項目係確確實實。個使用係冇可能用到一億嘅話，你何必點解唔做多個呢？咁都係為咗市民，為咗個地區啫嘛。咁如果你係OK 嘅，一億係使得一個大工程嘅，但係嗰個工程如果好似我提出嗰個社區禮堂，你一億又唔夠嘅，咁你變咗嗰一億真係唔係咁好用嘅喎。嗱，因為點解我要咁問呢？因為如果一開始係諗住有兩個項目，同埋一開始得一個項目呢，其實大家嗰個思考方法冇錯。會好唔一樣嘅喎，係真係好唔一樣嘅喎。如果係諗住做一樣嘢嘅，咁啊盡量係將呢一億將呢件事做到有咁好得咁好，有咁大得咁大添啦。但係諗住做兩樣嘢咧，就有機會應該點剁咧？六成四成啦，明白？應該即係六成半三成半啦。或者睇翻咧，我哋而家嗰五個建議裏面咧，可能部分建議如果真係要落實。都可能超出咗個一億範圍，包括咗禮堂啦。你話天橋起隔音屏障，呢啲一億冇可能做到嘅。咁如果其他嘅工程建議上面咧，我哋就去考慮啦。喂，如果我要起一個活動中心，唔係話好具規模嘅，其實一億我哋一定知道，好似南區咁，根本唔可能一億做到的。嗱，我諗呢一節有一個好重要嘅講法，或者好重要嘅即啟示，令我明白多一樣嘢咧，就係話雖然。區議會未處理過一億咁大，但係當真係要處理一億嘅時候咧，又發現一億唔係好大。嗱，呢個係幾吊鬼啊！冇錯，哇！通常一千萬都好大噶啦，你俾一億我，以為可以做好多嘢啦，分手嚟講係啦，冇理由做唔到多啲嘢。到佢真係度嘅時候咧，就度唔夠，又發現一億唔係一個數喎。咁即係話，可能其中一個教訓，我哋行完十八區之後又。你唔好以為俾區議會一億好多啊，其實一億唔夠嘅，冇錯，可能係要個大啲嘅數。如果你真係俾你熟食俾兩億，或者話俾我聽，我未來兩年
每年都會俾一億你。冇錯，你可以夾埋一年使曬佢，或者你兩年夾埋使曬佢。嗱，我有兩億又唔同玩法㗎。一億咧，而家有少少係雞肋位，冇錯，卡拉位。嗱，咁呢個雞肋點處理呢？跟住點投票呢？我哋下一節翻嚟唞一唞三十秒，就繼續傾一傾。好，而家大家可能覺得一億有少少雞肋，係啊，係好多錢啊，但其實真係想做啲大工程少少嘅，唔夠錢你都入曬口啦。咁我哋睇下點處理呢一億雞肋啊？好，好。